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早。再讲一次，刚刚没有听。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早。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早。要再大声一点，来，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早。这次因为二十四期啊，四十天的禁食，大家真的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身上很多的东西被脱落，而且非常的喜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有有。好，每一次上城墙，再一次在神面前的一个洁净。我觉得这四十天，整个教会会脱胎换骨哈。在这四十天，我自己祷告，主，一个倚靠耶和华的喜乐要成为我全人的力量，里里外外从头到脚要全然焕然一新。主要是这个喜乐，主要是这个喜乐。我特别感觉到，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充满我们，好用他的喜乐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这一阵子我对神的救恩充满了感恩。他这样子一个白白的一个救恩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完完全全的属于他。所以今天早上有两首歌要带着大家跟我们一起敬拜。好，第一首歌《因你的爱》，我们放一下第一段的歌词。好，这第一段的歌词里面呢，这首歌是我们青年学校像主题歌一样的歌哈。因为这个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次我们的江牧师江妈妈在讲道的当中释放了这样的信息。Melody 他回家就用这个一个开启，在一天之内就做了这首歌。好，后来我们在青年学校每一个孩子因着这首歌有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们看一下哈，他说，我曾经活在羞耻捆绑中，无法面对接受自己的软弱。我曾经戴着虚假的面具，不敢相信我能完全被接纳。这是不是很多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我觉得是哦。好，我们常常都活在我不够好，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努力，我不够好，羞耻很大的一个捆绑里面。而且呢，我们非常的不愿意接受我是软弱的，当人家来跟我讲的时候，我更不要承认，不愿意去面对，戴着一个虚假的面具，也不相信我最真的能够被接纳吗？但是往下，因着神你的爱，我要大声的欢呼，大声的喜乐，因你的爱，怜悯的爱。这是最近我觉得四十天神会坐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认识神怜悯的爱，完全的拥抱喜乐的泉源要从我们里面要喷涌出来，所以我们要大声欢呼他的救恩真的要成型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清清楚楚明白，当他救恩临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欢喜大笑进天堂。我们先看看第二首诗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耶稣我挚爱》，这也是我们这次在企业家营会大卖的诗歌。好，我们看一下第三段的歌词。第三段的歌词，这一切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降卑，生命河都将洗去。好，往下，我最喜欢这一段，等会我们在唱的时候，我真的跟大家讲，你要有这个意象，神要将这样子美好的意象赐给我们。当我站立天堂门前，熟悉拥抱和亲吻，伸手擦去我眼泪，大家一起来叫，一起来念，喜乐大笑进荣耀。哇，何等样的气魄，何等样的气魄。我每次唱到这里说，哇，伸手擦去我眼泪，喜乐大笑进荣耀，真的希望神把这样子的一个意象一个感动深深的放在我们今天敬拜当中。好，我们现在来敬拜他，赶快到前面来，神的救恩要在我们身上要很快的成型，我们要相信喜乐要成为我们整个教会的力量。
羞耻捆绑中，无法面对，接受自己的软弱。我曾经戴着虚假的面具，不敢相信我的完全被接纳。现在我认识了他。
耶稣，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多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良人来让我心。没想到如此的爱，白白的倾倒于我，虽然黑你看为美，把我当作你宝贝，痛苦中已经抱着我，珍惜你痛着我心，羞耻是你的保险，起来释放我心的自由，来呼唤耶稣，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俯伏的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每早晨天亮时刻，你歌声翩然入耳，如甘露苏醒我灵，享受你甘甜同在，真盼望在片刻连接，轻轻听你爱之音，多想时间定住，将一生留在心头，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多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良人来让我心，释放我心的自由，耶稣，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这一切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奖杯，生命和都将洗去，当我站立天堂门前，熟悉拥抱和亲吻，伸手擦耶稣，你是。
切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奖杯，生命河都将洗去。当我站在天堂，各位神儿子抬起头来，神儿子们抬起头来，伸手掌去我眼，我们一起来唱这里，来，喜乐的小鸡肉。亲吻一下。
孝敬荣耀。主，将这样子的盼望跟意向深刻的植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美好的应许，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